我们的需求啦，也许大概几个地方。第一个，它的标题字至少把它放大一下，不然的话，你如果预设的话，字太小，颜色不清楚。那第二个图例，如果我今天希望把它摆在上面，第三个做个标题，OK。那第四个也许就是在这个地方呢，再增加一个，做个坐标轴的标题，好，然后记得是垂直文字的话，哦，啊，最后的话第五个就是说呢，如果我要希望哦，让这个因为是数量嘛，所以那个加一点点那个格线的话，可能会让这个使用者看起来会更清楚，哦，大概会有这几个方向啊，当然其他的这个格式哈，我想也可以稍微在这上面可以找到功能。那怎么做哦？首先第一个啦，我们按部就班嘛，也许就有点像逆时钟方向，把那个需求部分把它分别完成好了哈。第一个的话呢，我们需要把字稍微放大。那字放大的话哦，基本上呢，你们假设这个图做出来，这个字太小，没关系，你可以点它一下。那我刚刚讲了，你如果要字放大缩小可以常用。放大的话，这边有个 A。或者你可以直接点点那个它的字的大小，比如20，哦，OK，字太大了，大概12号字啊，12号字差不多。然后呢，把它改粗体好了，哦，这个可以自己再变啊，然后把颜色改一下，哦，改成红的。那如果你要再填满颜色了，哦，这个可能就是看自己要不要填一下底色，哦，看起来好像稍微漂亮一点点哈，哦。好，那至于字的字体啦，哈，看需不需要改，比如我要改什么微软正黑体好了，这边改一下。好 那这样的话，第一个就完成。如果字的大小变动，OK，那第二个的话，我希望啊，把这个图里，因为放这边有点挤，所以我希望把它放在上面的话，那我要怎么样把图里做位置变动？当然不是点它移动了哈，跟各位讲啊，不同的版本好像放不同位置，2013好像哦。之后的版本都比较固定，它是放在上方的设计，所以你们可以找到那个设计，哦，特别是啊，这个路要移动的话，那其实你主要找到设计里面的这个啦，新增这个所谓的图表项目，哦，这个按钮非常重要，因为里面哦，只要是在这个图表里面的相关东西，你要增加或减少。都可以从新增图表项目哦里面去找到你要的功能。那主要就是说，你当然还有一点，你可能要知道，就是每一个东西的名称叫什么啊？比如说呢，这个地方哈，上面呢这个东西叫图例，所以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个图例。那如果你要设定什么，像上面会有标题，那就图表标题。那另外上面如果要增加标签，那就图表标签，资料标签。哦，等等的啦，还有什么？如果要增加格线，像刚刚讲那个格线，可以从这个格线里面去做设定。那其他还有什么？这边还我如果需要一个什么 标题，在坐标轴上，这边有个坐标轴的标题。所以哦，请各位啊，如果有时间的话啦，其实可以稍微把这个上面功能熟悉一下，因为基本上，所有能做的事情都在上面。如果你找得到，你就做得出那个效果。OK，好。那比如说，我希望做什么呢？把那个图例由右边放到上面的话，那很简单嘛，你就找到设计里面的这个新增图表项目里面的图例。OK 啊，如果旧版的话，假设不放在这里，应该也叫图例，好像放上面吧？哈，我印象中，反正你只要找到地方，应该设定的就设定出来。然后你可以看到哈。它的选项不外乎就是上下左右，然后没有。如果你没有，就把这个关闭就可以了。它没有。那如果放上面，那就放上面；放左边，放下面，有没有？那你可以先预览一下。如果你要在上面，就点一下上面。OK，好，就出现了。那再来的话呢？这个字太小，其实是不是可以放大？可以耶。好，有没有？也是一样。好，你选它，然后可以把它放大缩小。好，OK。所以第一。二，那三的话，如果要增加一个图表标题，标题名称呢，也许叫做什么了？我们叫做最常购买的哪一种杂志？什么年龄分啊？我们大概用这个名称好了哈。然后呢，如果说我要上面多增加一个标题，那就设计里面什么？那个叫什么？图表标题哦啊，预设是五啦，你就把它放在上方好了。上方是放在那个绘图区的上面。另外重叠的话就是
叠在上面，好，叠在好像又盖到图里，所以我们就放上面，好，然后上面的话一样，可以把这个名称输入上去 ，OK， 然后字的话当然也可以把它放大，建议点一下框线，然后在常用里面一样把它放大，看字要不要换个颜色了，换个底色了，反正这个自己再调整一下，加粗体，好，那这样就有一个标题了。那最后的话呢，坐标轴，坐标轴如果要加人数好了，纵向的话，那一样嘛，在设计里面找到那个叫什么坐标轴标题，然后呢，我们要在哪一个坐标轴？其实它这个坐标轴啊，也会告诉你有没有这个是水平的，就是放下面；垂直的有没有？它就放这边啦，啊，放这里。其实图还蛮清楚的哈，那你就看一下图，它有个相关的坐标轴，哦，放这边。不过哈，另外衍生的问题就是说，它这个字变90度了 ，OK， 所以呢，如果假设我希望怎么样让它垂直的放的话，那你可以怎么垂直？按右键，里面有个叫坐标轴格式，找到文字选项，文字选项部分的话哈，你可以看到这边是什么？填满个外框嘛？我们不是要填满外框，是不是要什么阴影？没有，我要的是它的文字方块。那你只要把那个方向哈，改成什么？改成垂直的就可以了。应该是这个吧？点一下。OK， 有了。那字把它改成两，输入改成两个叫人数好了哈。那字如果太小，一样嘛哈，把它点一下。所以这个地方只要找到功能啊，其实理论上都设定的出来。然后点它一下，把它字放大一下。然后把这个颜色也把它改成红色粗体 ，OK， 好，人数，这样就很清楚了。那最后的话呢，还有格线，这格线呢本来只有主要的水平的嘛，那如果垂直水平都要，而且细框线也要的话，那一样啊，从设计里面刚刚讲的格线有没有？它预设是这个有第一的主水平，那如果第一主垂直要的话，你就点一下，它有。不过它每个都必须要一个一个加上去啊。所以你如果要再加细的，有没有？你会第一次要水平，这样次要的。那再来就是第二了哈，第二这个垂直的有没有？这样就 OK 了，就可以把水平的、垂直的、主要、次要框线，通通都会出来了。它这样感觉这个图表就很清楚了，你最后就可以把它 Ctrl-C,Ctrl-V, 那就可以把它贴到那个你的 PPT 里面，那其实可以把它呈现出来 ,OK, 齁。那至于其他的话啦，也许你可以再针对齁其他的部分资料去做相关统计。后面其实还有一些题目啦，我想各位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再看看，比如说这个资料里面齁男生跟性别对于杂志喜好有无差异。另外的话，女性的大专程度最常买的是哪一种设计杂志，或者是大专而且是月入30000以上，她喜欢哪一些杂志。如果你也想要做一些交叉分析的话，要怎么做比较简单？当然最简单的方法了，我刚刚跟各位讲过，就是最简单的方法，你其实就是直接拿那个枢纽分析表这边做一个哈，当然你这个资料其实可以把它什么做一个变更啊，比如说你这个资料的话，你可以把它，假如说性别，比如说我要针对什么，你先知道说主要是什么，次要什么，主要是性别，次要是设计这个杂志，所以呢，你主要你就可以把什么这个先次要是这个，那这个年龄就拿掉，主要是他的性别，所以你把性别拉下来。有没有？你就可以发现，男女之间的差别都出现了，最常购买的，然后这个可以把它拉掉，拉底下值的话，可以把它改成这个性别，那你最后看到的话，可以就知道说哪一种性别比较多比较少。当然，如果你这样看不出来的话，其实可以用那个再插入一个什么一个折线图，可能会比较清楚一点点啊，比如交叉比对分析一下。这个折线图变成多样的数量的话，两者之间比较，那这个是比例上面的，
OK， 那你可以根据不同的图形所呈现出来不同的结果可以稍微比一下哈。那其他的话还有就是针对什么？女性，只有女性，然后大专以上，所以是学历，最常买哪一种设计类杂志？所以我们其实可以怎么把这个性别放在筛选，意思说只有筛女性，然后最常购买的，所以第二个条件是什么？大专以上的学历，所以学历部分的话教育程度，然后最常购买哪一种设计类杂志？那我们可以这个可以把那个性别拉到底下，拉到值，然后你可以看到女性的话，你可以从筛选里面的找女性。按确定，那这个时候的话就出现是女性的部分然后如果只要大专的话，那你可以再针对列标签里面呢，其实这个地方还可以再筛选大专。它这边应该是什么？大专或以上，所以这两个条件，所以这边的话这两个打勾，大专以上 ，OK 那就可以得到我们要的一个筛选的结果了 OK。那其他的话还有什么？大专以上，月收入喜欢哪一种？那你就是再把月收入加进来 ，OK 哈。那利用这样的方式啦，请各位再多多练习熟悉那个枢纽分析表的使用方式好，那我把画面呢再还给各位